众生的疼爱。任何一个宗教拢有共一个目标，那就是爱。就亲像讲，福基寺坐伫遮，咱遮什么款的宗教内底都有，慈济人呐、啊、有真多无共宗教。总是呢，人与人之间为了一个目标，那就是爱，就是大爱。它无有色，它没有颜色，也没有形状，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所以我们共同用的这样的名称呢，去身体力行，只要有正确的信用啦。不管因分什么派，总是心灵呢有一个宗教的爱的，不管仁爱、博爱啦、慈爱啦等等，慈济咱的佛法叫做慈悲啦，这总是呢同样都是爱。只要他们生活的有方向，生活的有方向，那这样的人生呢、啊？总是呢，会身心安住哈、哦，这嘛是咱尊重宗教哈、哦，尊重信仰，这就是博爱，这叫做大爱，叫做仁爱，叫做慈悲，让大家人互动哈、哦。总是呢，让大家人爱好好虔诚，不管什么宗教，只要有达到正信，哎，爱啦。正信的互动、啊、我相信这个社会就会很平安、哦、那真的感恩、啊、爱的力量呢是最无价、哦、最有价值、啊、就是感恩大家、哦、好啊，祝福你哦，对的事做就对了、哦啊、但是大家人要会记得现在疫情、啊、大家人呢还是要防护好，了解不？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